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等我一下，我开个灯。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网路创业零工经济实战班，没有用，赚不到钱，怎么办？就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当初呢，就是在想说，我们用这个网路创业，然后这个零工经济实战班上这个课程，然后代理 New Skin 的产品，会不会赚不到钱呢？当初，我觉得要加入前，大家都蛮怕的，所以今天就来回答一些，朋友的疑惑。今天是我直播挑战的第九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那刚开始呢，我就上了这个实战班，这个计划里面，然后老师教我们怎么代理，然后怎么曝光，然后怎么实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学到，然后对，学到一定要做到，不然就真的没用。然后我就真的照着老师的步骤去做。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曝光，就是跟大家说我在做这个直销，我在代理 New Skin 的产品。然后呢，就刚开始讲以后呢，就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可是，怎么？PO 东西都没有人跟我买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方法没用？那后来发现其实，原来不是，是我用的这个方法呢，是需要就是要练习的。刚开始可能不太会讲，然后就说，我跟你说我在做 New Skin 这样子。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原来你就做 New Skin， 然后可能有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太会讲，所以就没有什么成果。后来呢，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的，就是我学了一招以后，然后去试完，可能没有什么成果，然后再去问我的老师说，是不是我哪里讲不好，或者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听懂，还是怎么样？那后来我一直调整，一直调整，终于开始有一个人在网络上跟我买东西，然后我也做成了第一笔的生意，那很开心。那我也曝光，让很多人慢慢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在做什么样的生意，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我觉得在慢慢累积的过程中，是蛮有成就感的。那像这个，有人会说，赚不到钱，但是像我们这个 New Skin 有很多。年薪百万的高阶领导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有非常多很成功的例子，我相信这是我不用多讲的。但是你可能会想，但是他又不是我，对不对？那我可以简单说，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桥梁跟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呢就已经有人做得到了，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去学习、去实做，我觉得非常有机会。那很多人会说啊，根本没有用，赚不到钱。其实呢，是有一点误会，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开始以为说，我们做，然后遇到拒绝或是没有成交、失败什么的，我们就觉得说啊，这怎么好像我学的东西？我分享产品，我分享事业，怎么都没有用。但是后来呢，我就去问我的老师说，我怎么去分享？我去分享牙膏，我去分享事业，怎么好像朋友都听不太懂，对创业好像都没什么兴趣，然后一连被拒绝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这个课程没有用。那后来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我每次都遇到拒绝的那一个，都没有遇到 yes 的嘛。那其实呢，我都走错了。我以为是两条路，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可是呢，我老师告诉我说是，
其实呢，你是会一直遇到拒绝，一直遇到 no， 然后呢，才会遇到一个 yes 这样子。所以呢，我没有放弃，但我还是持续练习。那现在也慢慢的累积了一些客户，然后也找到了一两个伙伴。然后我觉得，刚开始没有成果，我觉得千万不要灰心，或是觉得说啊，这怎么课程没用，然后网络创业没有用，我觉得这就放弃的话非常可惜。那最后呢，如果你对我这个网络创业有兴趣的话，我会在这个影片的底下放上我有一个如何三分钟三个步骤让你增加收入的影片，我会放在下面连结。那可以这个连结呢，这个计划可以帮助你每个月增加2000甚至上万块的第二份收入。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点下面的连结。好，那就今天是我直播挑战的最后一天，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的 FBIG 私信给我。那我的IG 呢跟 FB 都一样，都叫江蟹子城。好，如果你找不到连结就是我的问题，我会把连结贴在下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